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，致命点烟，能打过就打，打不过就拉倒。是，还没打过我。咱俩谁也别怂。回家了，鸟人气完了，估计气坏了。最后一下 A 没 A 死我，先来个戒指啊，增强一下我们的法强和对线能力。笑他呀，行，是长官。对面的凯隐我估计是红凯，应该不是蓝凯。这把小炮不能起来，小炮起来对我们压力太大了。没关系，兜兜咋的呀，跑啥呢，兜傻了吧。哎，这致盲真恶心呐，啥也看不见呢，这致盲。我们赶紧把这波兵收了啊，不过比起他的致盲，还是我的致盲更恶心一点，我觉得。哎呀，好难补哦。咱们得回家了，这不行了啊，这得走了。整装待发。啊，不让回家。不让回家的话，哎呀，我操！没想到吧，我生了。不行，他现在有点严，只要他跟我打，我们是必死的，知道吧？不给他这波机会，这波机会不给他。咱先来个恶魔法典，前面看看路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嗯？是长官。我们小莫快跑。人呢？哎呀，怎么跑那儿去了呢？哎，他怎么又跑回来了呢？哦，跑地真快呀。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。
你不会以为这波兵我能让你吃吧？啊，你不会以为这波兵我能让你吃到吧，兄弟？那不可能让你吃啊！我就怎么换我也能，我也不能让你吃啊！先来个皮孩，省着这鸟人呐。老自盲我们有点烦。正在报告。嗯，这是谁呀？完了，这鸟人叫人了。哎呀，这鸟人飞得有点快，我给忘了。靠！哎呀，好亏呀！我这波兵可亏了的。上当了。你干哈呢？你咋的呀？还吃上兵了，还吃上塔皮了，操！给你狠的！整装待发。只能我吃你的塔皮，明没明白？往这蘑菇这站啊，他只要敢踹我们，他就吃蘑菇。哎呀，谁来了？永恩呢？坏了，永恩来了，漂亮！这波有点略显小贪啊，略显小贪。那三个兵我不想丢，我那一炸后排兵没炸死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就愣了，我说这怎么整？这是收还是不收？这个永恩团战，我们就自盲他，我们都不自盲别人。是长官。鸟人死了。可以啊，好，我们拆塔，该笑了。吃个药来啊！快跑！啊！你大爷的！赶快我！我们先在这藏一手啊！把这鸟人给我杀了。兜兜致命点人干哈呢？鸟人啊，鸟人干哈呢？瞅哪里呢？
我才是你的对手，啾啾，你回家，你回你妹，你能回得去家？踩个雷，哼，开始笑了啊，兄弟们，我已经开始笑了。哎，没打掉。回家了。呀，快跑，给我扎了，给我扎刺我的眼睛了，扎我眼睛是不是？来，阻止他们的眼睛。回家了，蓝烈汉的苦楚外加法穿海，咱也不出那个攻速海了，这把啊，这把出法穿海，我线上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啊，我的攻速是够的，让我的蘑菇虚区更高一点，出个法穿海。就这水平啊，我以为多狠呢。一会儿凯隐要从那墙里出来，俺们就搁这墙里头放个雷。笑啊，没笑吗？我刚没笑吗？我记得我刚才笑了，我都哈哈哈了。美甲的窃魂卷，走，小龙团，嘚儿，致命点燃，别杀的露露来，杀凯隐来，杀小炮来，杀鸟人来，同是妖德尔人，我奉劝你啊，薅着尾子。兜兜，哎，致盲呀，凭啥呀？这凭啥致盲他也能 A 着我呀？这凭啥呀？这皮克斯不受致盲控制啊？我操了，还他妈带这样式的。那皮克斯也太烦了吧，皮克斯太赖了吧。这有点太赖了啊、哦！大棒子，
我刚刚这波好像五杀了，是不是？没五杀吧？他又踩雷了，踩！兜儿，哎，致盲，兜儿，踩雷，兜儿，快跑！哎，螳螂给我杀螳螂，快跑！闪现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死的？这是？给我死！再踩！哎呀，我又挖抓扣了，哎呦，我又挖抓扣了。我差点五杀呀，又差点五杀，那小炮没踩我这个雷，踩我这雷得死。那刚才谁给我暴击了一下？我这打了200多滴血。我来个世界专注怎么样？没除过，咱尝试一把行不行？除一个试一试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不得，先来个猫着。啊，猫着肯定是得要的，先来个猫着，先去一波上路，收一波兵线。撇一个吧，没事闲的撇一个，万一这个谁来我们家也去踩了呢？这都不一定。搁哪来个人啊，我靠，你不是不把凯隐给害死了吗？能死不？哎呀，凯隐没死，差一丢丢。不用定身，世界专注只要用一个无目标类型技能。什么叫无目标类型？种蘑菇就是无目标类型技能，只要命中啊，就可以对750这马败英雄造成那个10%的伤害提升，持续6秒。哦，哎，还得回上路守呢。这鸟人可挺膈应人呢，这鸟人。嗯，蘑菇不能触发，是吧？写了吗？整装待发。没写呀。哦哦，宠物和非定身类型陷阱不会触发这个效果。哦，陷阱不会触发呀。走，小炮，走，那就杀吧呢，杀后边这个呀，嗯，不行就杀后边这个呗，冲一下，漂亮，那我还是来个猫着吧，这给我打的，给我一顿打呀。好抠，那鸟人杀10个了，兄弟们，啊，这鸟人都能杀10个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才杀了13个，我下路拿俩花爪扣，俺们才杀了13个，鸟人给我整了13个，啊，鸟人，给我中团，还有天理吗？啊？那小炮就他妈往脸上跳，就硬往脸上跳。那小炮，来中团，
杀佣们啊！你怎么又点烟？你干啥呢？我给你撇个雷。你回来了啊！你回来了，你好啊！给我把这露露杀了，今天露露不死，我指定是忍受不了。我闪现，我烫死了呀！吹波扣可以啊。把中塔拔了，回家。我们已经有了法师的尊严啊！咱再来个什么呢？看看对面有没有魔抗吧啊！对面还没出魔抗 ，OK， 那我们不用法传棒，我们来一个恶魔之拥。像我这种恶魔，不来个恶魔之拥肯定是不行的。差了700块钱，为什么沙米拉杀了10个人，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撇几个雷，往他脚底下撇一个，兜兜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有没有勾？能不能勾着人？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啊！撇个雷了，我的雷都哪去了？给这 ADC 吧，俺们就不要了。走，快救救！哎，真他妈的舍己为人呢，操了！我就不应该上去勾引他俩呀。好勾，别杀凯永恩，下回千万不能自己先上勾引他们，一定就得等队友死了，知道吗？一定得等队友先上，我们肯定不去了。我没有沙漏，我指定不去，我肯定不去。我没假窃魂卷呢，这是我可不合适啊。小炮，来撇个雷，把他的野区种满蘑菇。是长官。啊！我的妈呀！小炮搁这打红，他们把龙打了，真牛掰！整装待发。这是谁呀？这，这是谁呀？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非常6+7吗？
人还挺多。小龙拿下。哎，回家了。哎，对，勾引他们。鸟人是吧？嗯，走呗。别介，又杀我！啊？别介啊！来这个忙，漂亮。你先往里走，我指定不去。投降了。对面打完大龙居然投降了，我都没想到。